起来吃饭了。啊，好嘞呀，谁做包馍馍呀？我呗，你不说让我贴去吗？不告诉你别动了吗？你咋又坐去了？妈，不你迷了吧愣让我坐去吗？啊，这做完了，你扯这个。那干啥呢？相对象呢？细的白人的。你说心里话呀，你做这玩意儿我真不敢吃。我是能坑你，我是能害你，啥我也没放。我是一点底没有啊，那等大哥回来，让大哥先吃吧。吃饭呢，看大哥给你买啥呢？啥呀？尖椒干豆腐。你不总想吃那尖椒干豆腐吗？整呀。大哥，整个尖椒干豆腐呀。吃吧，哪有功夫扯糊啊。哎，吃饭吧。你先吃吧，等你吃完我再吃。嗯。大哥，这棒馍啥味儿啊？那棒馍还能有啥味儿啊？不就是酸个劲儿的吗？大哥，你先吃会儿，我先卷面干豆腐。